我怕我会太尴尬，但是还是说就尝试嘛，因为其实很多歌迷朋友都希望我多做直播，然后跟你们互动一下。那刚好最近其实也就是有很多新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来了。那马上一开始为大家表演是 Teeth。所以 Hello， 今天是第一次，所以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但是要看你们的那个字，你们真的跳太快了。那你们有看到精彩的需要被看见的，你们要提醒我。有网友说看了你的小熊舞特别的快乐，想问你练了多久。小熊舞啊，你们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我吗？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接受程度真的挺大的，因为同事说要拍这个小熊舞的时候，我坦白说我那天看到他给我的那个视频，我是没有太直接抗拒，我没有觉得说耶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我第一直觉是先笑了出来，说哈这个怎么这么可爱，然后我真的做得到吗，然后也就去想说可以啊，那就这样试试看。然后那天我是用了多久的时间，十分钟就练起来，然后就跳了，跳一次没拍的对镜子，然后就再跳。其实我没有跳得多厉害了，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讲得好像很厉害。我去练了十分钟，跳了一次，但就是至少跳出个人特色算吧。反正就希望大家看到开心了，不用太认真，就是一个告诉大家，哎，那我们那时候是拿来当预告嘛，对不对？对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做东西就是觉得反正如果无伤大雅的话，其实 why not 就做做看。那以前可能小时候会真的觉得啊，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啊，拍了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啊张导的印象啊，张导的 image 啊，是不是这样。我觉得现在真的无所谓了，因为其实人可以有很多面相啊，我觉得也是慢慢长大之后吧，就觉得哎，他其实就是也是我的一面啊。其实你说拍小熊我的那个状态是不是我的某一个部分呢？他当然是啊，但是可能他不是我常外放的那个个性，但是我可能骨子里面就是有一点点这种调皮捣蛋或有趣或是有点笨，一定有啊，所以无伤大雅。突然间会戴墨镜是怎么回事？送了一个加福斯团。哦，好。有网友在问我没 K 这个回复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没 K 我也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就知道大家最近，因为那一阵子刚好刷到一些视频，就是大家都会把这些歌，就这个歌唱成各种不同的版本嘛，有很深情的，有那种歌剧的，有什么。然后那天刚好跟朋友他们喝茶的时候，就有讨论到这一题，就是七夕那天嘛。然后我也是刚好在回复你们的留言，然后就开始在就是。也不能说瞎回复，但是就是有时候然后回一个表情包，然后回两个字，这样就是比较很真诚的在跟你们比较有趣的快速的回问。然后说哎，有一个问题是说那个问题，但当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那他问我有没有嘛，那我就直接写了。有朋友说栋梁哥的普通话变得很好，最近是有学习和练习吗？我的普通话，那是北京话。哦，最近还可以啊，因为说的比较面儿。怎么回事？没有，我普通话一下来都还可以啊，只是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我在吉隆坡生活好了，那其实我们可能生活会不只是说普通话，有时候会说一些粤语啊，有时候会说一些英语啊，有时候会说一些我们的马来语啊，但是在这边就基本上每天每时每刻都是在说普通话，然后也有很多的
但我觉得还行吧，还行，还行。所以儿化音，我儿化音真的是乱来，每次都是用在不对的地方。好，今天呢，我给东梁准备了一个比较小游戏，这两天有很多网友的提问，然后栋梁哥可以以这种抽签的方式抽一些网友对于您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你看他们多用心，同事们还有小道具呢。我只是上来跟你们聊聊天，说说话，然后谈谈心，然后原来是有流程的，真的是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呢。所以我是要抽，然后里面抽了要怎样？都是网友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您可以念出来，然后可以在线的跟网友来回复。好，提问：知道你在披荆斩棘里跟哥哥们的哪些组合名称吗？哎，知道你在披荆斩棘里跟哥哥们的那些组合名称吗？哪些组合名称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自己。比如说你跟哪，他们想跟看你跟哪个哥哥合作。哦，你是说他们网络上面就是谣传也好，或是帮我们取的名字啊？对。我昨天啊，大家昨天有看播出吗？应该都看了吧。然后我也看了，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我们夏天嘛，我们自己那时候帮自己取名叫 Team Blue 了，好像是我取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台上，然后已经穿着表演服。其中一次彩排，然后导演组还啥的，就突然间很临时说，那你们帮你们的组取一个名字，然后我就看到我们三个都穿了粉蓝色，然后我就说那就叫 Team Blue 吧，就比较直接，所以我们就一直叫 Team Blue。 然后但是我最近刷到一个很可爱的，叫我们什么老什么老夹老夹子三人老夹子三人组，我觉得这个挺好笑。我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老夹子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现在也不太懂老夹子的正确翻译是装嫩装嫩，我们没有在装好不好？我们是真的挺嫩的。对啊，好啊，说到听不，我说一下夏天这个组合好了，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九折嘛，还有徐亮呵呵，真可爱，我觉得这个怎么了？哦，先关一，我觉得这个组合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缘分，因为它就是我到披荆斩棘里面的第一个组队吧，组团团体随便。我觉得而且是完全没有选择权的，是制作单位他们就不知道他们的逻辑就把我们分配在一起，然后一开始听到啊跟他们两个在一起，其实多少有一点点，哎，刚应该是录制前一天才被告知的，然后还蛮开心的，因为就觉得哎好像搜了一下，你看九哲当然就知道，但是徐亮就听过这个名字，也当然听过他一些歌，但是就搜了一下，看他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但是第一天大家见面的时候，那个局面就非常的欢乐，跟没有觉得很尴尬，或者是很就是啊怎么办，这个要怎么，就是反正就觉得很舒服啦。然后大家都很舒服，然后就这样，然后那几天的排练都非常的开心。虽然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舞台它其实可以再怎么去，比如说让如果是今天我们再回到那时候再做夏天这个歌，我们可能就觉得哦，我们要玩的再大一点，再疯狂一点或干嘛。但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在初舞台的那个台上的那个夏天，我昨天看到表演，我其实。也第一很想念，第二也很感动，第三也很开心。我觉得我们三个呈现出来的夏天就是非常的清爽，然后但是每个人都还是有唱歌的部分，然后默契很好，然后不是那种可能 setting 好的东西，但是那个在台上就看得出我们三个人都非常的 enjoy， 然后唱着这个歌。然后
对，有一些幕后，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我也看到徐良有 po 那个，就是那几天其实因为我们像如果大家有看播出我的那个北极星前面不是有一个嗨你好，哎嗨栋梁你好吗你好吗，对，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彩蛋。其实徐良那个坏女孩本来也是因为他哥本来就前面有一些 OS 嘛，但是因为他不是第一个，因为刚好节目组排我的就先北极星眼泪，然后再到坏女孩，再到夏天，所以他们说如果每一首歌前面都有 OS 的话可能就会太冗长了一点，所以他的 OS 就没办法。其实我也是有说，那如果他真的觉得那歌的情怀对他来说这么重要，我可以选择就是可能把我的 OS 拿掉，然后如果他想放，但是后来他也说也不至于啦，他说，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有去讨论这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讲，所以后来他的那个I'm so sorry I miss you don't you love me 就变成我们三个每天早上一打招呼 Hello don't you love me 然后 I miss you 这样，就觉得那段时间真的很开心，然后所以真的不是说现在不开心了，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因为其实大家今天才看到，但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也没有多久，但是因为最近真的时间过得太充实了，现在想起那段时间好像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但是也才这一两个月差不多，对，就这一两个月的事情。其实你说它过去很久了吗？也并没有，但是因为最近真的发生太多事情了，一件事情过一件，然后一公又一公，所以现在回想到初舞台那时候刚来的时候真的好久。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明天就要进去下一轮录制，所以 Team Blue 然后夏天这个舞台还我会好好记得。其实每一个舞台都会，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一共就是漂移嘛，那漂移的舞台其实也是也不算剧透，但是就是漂移舞台结束的那一刻其实我也是非常的舍不得，所以我相信之后的每一个舞台我都会很舍不得，因为就这么一次啊，就不会再有这几个人凑在一起再做同一个表演，所以现在的心态就是且走且珍惜，就只要在的时候就要好好的努力做到最好，然后更重要的是要很开心的去享受这个过程。那我觉得so far到今天我都有做到，那我还是要一直秉持这个精神，好好的把披荆斩棘的这条路走下去。好，哎，结果我都没有回答到问题耶。对，好，前面就是你知道跟大家聊了天，我现在再回答一下，认真的回答，就是那个嘛，老夹子三人组，然后还有什么？双人的。刚才弹幕当中有朋友说胃胀气，你知道是什么吗？我那天去哲明的直播的时候有聊到这一题，他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时候我跟他组 CP 的，算 CP 吗还是组合随便，反正大家开心。我觉得其实因为可能我跟哲明在一个组里面，下一组了，反正下一组票友我们在同一组嘛，然后真的是那种日夜大家一起练习的那个过程，其实那个情谊是很快建立起来，包括我跟舅舅也是，然后博乐，对，还有信哥，我们这五个人，因为其实就是一公，我觉得尤其一公出舞台之后，那一公就是因为出舞台比较懵懂嘛，你不知道到底要这个挑战是干嘛干嘛干嘛，就比较像表演，但一公就你就会被告知很多的游戏规则，很多的，然后就感觉它像个比赛了，上台就要分输赢了，所以大家就哇，而且我们有信哥，那信哥是返场，在我们这一组，所以有很多的内幕啊，这个都是这个要注意什么，这个要怎么，所以大家到时候看播出，我们那时候开会的时候真的是天花乱坠，好好笑。所以对，说到我很会岔题，对不起，说到还说我的普通话好呢，说到这个哲明的这个组合胃胀气，我也觉得挺可爱的，就是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可能就是一个胃一个胀吧，胃胀气那挺好的啊，希望大家都不要胃胀气。
然后可以抽下一个了，可以抽下一个了。嗯，哎呀，对不起，怎么了？漏了，漏线。王心凌对张栋梁说：“披荆斩棘很累。”这个话题。哦。对，昨天。对啊。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再谢谢心凌吧，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昨天那个北极星眼泪的舞台，大家会这么感动。其实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其实我在台下，我自认是一个挺感性的人，年纪越大越感性。然后，其实我们上台之前，大家看播出有一小段，就是大家播出的时候是看到静茹的嘛。然后，其实我们在台下是还有一些朋友。其他朋友就是有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说说话这样。听那下我就觉得啊很感动，但是我不知道我眼眶这么湿，就哎呀，就觉得好多朋友都很支持我，然后而且我是很珍惜，我是很看重友情的一个人，所以尤其我觉得在这个圈子嘛，其实有时候可以留下来的友谊非常的不简单，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环境就不容易交朋友，只是因为有时候大家可以相处的时间真的比较少。然后比如说我们一直强调说我们这三十几个哥哥这段时间其实真的处得很好，也都很开心，而且我们大家都有说，对啊，这次如果离开这个节目之后，其实真的要再聚在一起是什么时候，真的是说不来。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还可以留下来的朋友，我就真的很珍惜。所以当下我就觉得啊，这些朋友真的很挺我。然后上去，其实我已经彩排过无数次了，但是在那边要进入北极星的眼泪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每一次听到心灵那句“嗨，栋梁，你好吗？”讲，我就啊，然后要唱北极星的眼泪啊，好多画面，就是当时在拍这个戏，刚认识他，然后大家一起。这么多年过后还是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很认真很开心，然后还是不断的有新的挑战跟新的尝试，就觉得很感触。对，然后就唱。所以真的非常谢谢心灵。哦，对不起，问题是心凌对张栋梁的披荆斩棘很累，对，因为他那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啦，因为他就会很怕说，我在里面会，因为他刚刚经过了姐姐嘛，他就会觉得说，他就比较有经验啦，他就跟我说那个，反正就是要盯住，而且他也知道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容易就是会。好像想放松啊或者是干嘛，他说皮要绷紧一点啊，然后因为会很累啊，你要去接受这个事情，然后要上紧发条之类的，他那时候的确是有这样跟我说，所以谢谢他的提醒，我现在发条超紧的，好紧好紧。可以抽下一题。好呀，看一下你们写什么。小鬼小鬼小鬼，开心开心。好，他们大家都在刷你一票我一票，栋梁八十还能唱跳。哦，心里那个什么，他说他什么甜心来唱跳唱跳唱跳，你八十还能唱跳，就是大家支持你，希望你唱跳到八十。你们都还没看呢，看了先看了我一跟我唱跳，再来看我，而且再来跟我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走这条路，但我觉得挺帅。何群是你吗？啊，这个我要回应什么？何群是你吗？这个是昨天的热搜词。哦，何群是你吗？是啊，是我啊。就我觉得何群这个角色嘛，有时候当然我是比较少去。最近这两天，当然因为刚节目刚播出，我当然想要看一下大家对这个出舞台的一些看法跟感觉。但是平时，就是我不会是一个一直在刷大家的评论，
当有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会刷，但不是很把所有的重心都关注在大家怎么看我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已经年纪也不小了，其实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做很多事情跟很多的想法其实不需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因为其实走到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所以我觉得最最最最最重要就是要去搞懂自己怎么看跟自己怎么想。因为我觉得要搞懂自己怎么想跟怎么看这件事情就已经够难的了，那如果你还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考虑很多人的其他想法，其实太辛苦了。所以我现在其实不太会去，会听听，会参考，但是不会就是很执着。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个人对合群这个角色的认知嘛，有些人说哦，那好像他就是只有合群吗？还是哦，合群是合群还是张栋梁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合群，也是张栋梁，因为合群就是我演过的一个角色呀。那合群今天会还留下来，这么多年过去还留下来被大家记得，其实一定是我赋予了他一些什么嘛，然后跟整部剧大的一些情怀什么的。所以我不会去说啊，我不是何群，我是张栋梁。我觉得我也是何群，也是张栋梁，但是我是张栋梁，这个怎么解释啊？这是个，对啊，但是反正无所谓。就是我觉得这个角色这个角色这部剧真的给了我很多，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张栋梁那一块。好的，那个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第一个环节就 OK 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可以进入第二个环节，歌可以跟大家来互动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哼唱一些简单的歌曲。哎呀，要唱歌啊！其实我们这样会不会搞得太知识化？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没事。来，哥哥一定要吸味成团啊！我没有想那么多哈。刚才有一个特别好笑的评论，说他的好朋友要进 ICU 了，但是想听你唱歌。不是，他在开玩笑，他在开玩笑。哦，那希望你朋友没事。然后我们先要唱歌呀，那你没有想听歌吗？可以哼唱两句。评论区有很多人在许愿，想要听的歌曲的名字，然后歌我们可以自己来随机抽取，可以哼唱两句。好，想听歌啊？我好像只是一直看到小乌龟，小乌龟，小乌龟，小乌龟。我们就挑了几首来唱唱吧。哇哦，好有，还有一些很冷门的歌哎，彩虹，别再惊动爱情，无伤大雅。小乌龟，哼个两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首歌要一个人，歌声代替语言，深情只增不减，那一刻吻他的脸，欧弟转天旋。好，想听的心愿的机会啊，还有两首。说你也要爱着我这首歌，我发现大家真的很爱点，是歌迷之间很爱这个歌吗？因为其实坦白说，这个歌真的不在我的一般会演唱的歌单里面。演唱会，比如说演唱会，如果真的有这么多曲目的话，搞不好就会唱这个歌。可是我发现歌迷好像都很爱这个歌，是因为要我跟你们说爱你吗？说你也要爱着我。可以啊，这个我可能要看一下小抄，我来找找啊。
噔噔噔噔，给我一点的时间。怎么找不到歌词了？你找到了吗？知道你是最好的，这首歌我唱，这首歌就是要给你快乐。世界上只有你独一无二，我为你添上幸福的颜色。这首歌我唱，这首歌你要专心的听着，说你也一样爱着我，有一个温暖角落，那是我心窝。啊，我 key 级太高了。听出来了。唱到这里吧，好不好？说你也一样爱着我，好吗？没有，我觉得这歌真的不是很常唱，但是我知道你们很喜欢这个歌，那我答应你们，下来，如果有演唱会，就一定会把这首歌放到歌单里面，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歌也是一种唱了会有点害羞的歌，因为这歌唱的时候也算蛮小的，就现在唱的时候讲，说你也一样爱着我，有一个温暖角落，那是我的心窝，把你的爱收起来，放进我的口袋，就是觉得现在去唱这个歌会，但是居然你们这么喜欢，如果下来真的有演唱会的话，我就放。那说演唱会，你们会期待我的演唱会吗？会吗？会吗？哥哥我有钱了，你啥时候开演唱会？也不是那个意思。情花开，情花开，你们再怎么拜托也不会在演唱会里面的，好不好？好，我们最后再来抽一个唱吧，好不好？哎呀，再抽一个唱啊！我再看啊，我们还有什么想听的？错了再错，要唱那么惨的歌吗？啥念词？突然间他哈了一声，错了再错，怎么这么多错了再错？低调，这太冷，就微笑了。等你的演唱会，我也在等。年华，如果王子，哎呀，我饿了耶！突然间，我跟你们说，我在这个剧组里面真的是大家都觉得我是吃最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好像很容易饿，然后他都是一阵突然来就饿，然后就会想吃东西。但是可能运动量比较大吧，然后活动量挺大的，所以就幸好就还可以有空间可以吃一点。当你孤单，也会想起谁、啊？也可以啊。好了，我们就再唱一首《当你孤单，也会想起谁》好了，好吧？好吗？好。自问自答。好。好，谢谢你们捧场啊、哦！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聊聊天。对啊，聊天不挺好吗？谢谢捧场，谢谢捧场。哥，你知道吗？现在魏征明也在看你的直播。哦，真的吗？他应该啊，我那天也过去给他串门子的，他今天应该来一下，刚好有点聊得有点尴尬了，他是时候来。他说好好听，还送了你礼物。送我啥？人来就好，干嘛带礼物呢？他送我什么？他说还想和你连麦。不是很想。好，连，我们马上欢迎拉丁小王子魏哲明儿。他，我跟你说，大家知道他以前是，哎，为什么会有个头像？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他以前是跳拉丁出身的吗？我们那时候是漂移的时候组团嘛，然后我一直说我不会跳，他在那边跟我说他不会跳，后来发现他很会跳，然后才知道说他以前其实是小时候是跳拉丁的，虽然说他好像10岁的时候就停，但是还是跳的很厉害，就是是个有舞蹈底子的人，长这么帅，唱歌又好，个性又好，然后长得又高，然后头发又卷，然后皮肤又白，干嘛要给我带这个？为什么？这是别人送你的礼物的一个特效。我知道，但是在要邀请嘉宾来的时候，帮我带上这个有点怪。他进来了没？他在下面，我帮他捞一下，等一下啊。对，我刚刚在称赞他了，然后又帅，说一轮了。反正就是我觉得是个非常干嘛？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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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得得得得，你在哪里？找不到你。哦，我刚刚想讲，他也是一个，他是，我可能有讲错，他请他再解释一下，他是播报，他大学的时候主攻是就是播报还是广播系还是什么？广播系，所以他的那个字正腔圆的，然后说话非常好听，所以我每次都现在啊，我知道大家可能就有普通话说好，就这只是我混他混的比较多的。就有点字正腔圆。连上了吗？你在哪呢？你就不能自己开门进来？但我跟他真的最近就是大家好兄弟。再等等好，再等会儿吧。因为想连的人太多了，我们需要找一下。哦。很惊讶，当路人挺好的，就是我喜欢你有10多年了，大概我觉得你的歌声一直等一下啊，申请一下。气氛这个时候有点尴尬。哎呀，你看同事多贴心，我说我饿，马上就有粥可以吃了。先生，他说他进不来，那怎么办，迈尔斯先生？那我们直接语音聊吧。等一下，我帮你放一下扩音。成了支付，抢一些也没有办法，我只能给你打这个热线电话的求助。让我们欢迎迈尔斯先生。机会了，哎，但是你知道你真的没办法连上来的吗？我们就这样子聊哦。我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吧。我现在想点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唱了，刚第一句开始唱，好不好？啊，你这要求真的很高哎。对，要求非常高，要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可以一边吃着粥一边唱吗？当然可以了。好啊。那你要帮我唱和声吗？OK， 我帮你唱和声。哎，我跟你说，他是可以唱和声的，因为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和声这个东西不是要有天分的，像我也会唱，
但是我是要练，我需要时间练，然后才可以唱。但哲明是可以直接唱和声的人，是吧？嗯，对的，对的。因为可能跟这跟你打鼓有关系吗？因为你教的好。那你帮我唱和声啊、哦、哈。好，和声。我前还要从第一句啊，真的好。对，第一句。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牵连总需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什么东西啊？我发现从开头开始唱有点难，因为对啊，唱了一句，把你挂了。哎，哎，你们是不是跟我说我这一趴哎？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可以了吧？点歌的人都已经在这里，好像。不只是你我。然后呢？会感觉好高啊！会感觉到疲惫。突然想到这个和声不好唱。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在这歌大家也听很多遍。就是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对 对，想起想让你让你唱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哎，没想到前面太久。你们这群人真的，只有你不知道，只有你不知道。哎呀，还帅气登场的。没有帅气，不敢帅气，我弄乱头发。哲明，哲明，哲明，欢迎欢迎欢迎！因为我们现在刚好都在同一个酒店，准备要明天哎。明天马上就要开始，好紧张啊！对，我们现在能透露就是几个名字，我是没有说了，但是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吧？因为上面都有说什么时候，但是我都尽量不说了，因为不想剧透嘛。嗯嗯，你知道为什么来吗？刚才从你开播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看。嗯，对。然后呢？因为我特别怕你一个人孤单。对不对？我这个戏刚差不多，我们现在讲了多久了？大概四十分钟，四十分钟，刚快40分钟。大概在30分钟的时候就有点揪心，我已经觉得我快说不下去了。特别怕你这一个人说出来就会就是越说越丧。哎，还好刚才那个唱歌环境蛮好的。对，哎，等一下，往后一点。不是，他是在旁边的时候脸会有点点变形，还是还好？会吗？还是你进来我就背不下去了？怎么可能？你往前一点。他就会亮一点。我的场子哎，你对我稍微会点，发来发一个比我帅的，你去戴个面具，戴一下。证明证明，好朋友好朋友。然后呢，是个蹄子吗？是个蹄子，找一下。你今天什么主题？哎，要不要让他抽香抽盒子？让你抽嘛，看看。嗯，你知道进来之后我们再玩一个游戏，就抽盒子。不用看，然后打开之后，有没有想讲什么讲什么？第一个问题是，那个有名字的问题吗？哦，对对对，上一题的，胃胀气，哎，对啊，胃胀气在这里了，大家掌声鼓励鼓励。我帮你抽，然后我来问你，你来回答好不好？没有，你抽你自己回答。什么叫我抽自？就是你的问题，提问。很多人讨论哥哥们的表情包，最近有没有收到有意思的表情包？这太有了，我们的那个群组里面现在大家都。表情包都用到乱，然后我先说我的，再说我要说那个，然后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说那个表情包不夸张，我整个爆笑，就是信哥的那个半信半疑，那个真的搞笑，真的，我必须要对那做那个表情包的那个人是以12万分吗？是对12万分，对对对的谢意，我是认真的贡献，是怎么做到？就是他很像。半兽人的那个封面的感觉，半兽空间的封面已经被说半信半疑，还说是一个半兽人。对对对，但是这个是不是这个？看一下，应该很多人都看了啦，我相信这个对都在搞，但是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半信半疑，三个人的直播间，三个人的直播间，信哥。
信哥，他搞不好很像会挑眉。信哥吃蹄子，信哥吃蹄子吗？吃蹄子，还是姨要吃呢？我真的觉得这个表情包太有意思了。还有你还有看到什么？还有远哥的那个表情包，嗯，你们记得远哥那个看到蔡老师去了无数的时候，对，那个表情包也很好笑，对，很多有趣的表情包，对。他们说的是太搞笑了，半信半疑。哦，还有这个，这个那个，这个，大家看到这个表情包吗？我觉得挺可爱的，这个很好笑。哇，如果我有一点就好了。大家都说我太瘦，太瘦，太瘦。对，你现在就是因为练舞练的太瘦。也没有啊，我其实可能吧。哎呦，你会觉得我太瘦吗？应该还好吧。其实有一个时候觉得你特别瘦，就是拍那个 MV 的时候。那天是这样，那天很累，很辛苦，大家都已经然后连续录了好几天，然后对拍那个 MV。MV 那是初舞台结束以后吧？初舞台是初舞台结束以后。那天他的造型，我怎么了？那天那个造型显得会很瘦。然后会、哦、会哦，然后又喜提一个新的称号，对不对？什么了？佛山李炳宪是那天吗？对，是那天，是那天。因为大家如果看那个主题曲，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出场特写，那个小志哥嘛，小志哥的时候是毅哥跟蔡老师，然后到。呀，舅舅邀请哥，然后就九折嘛，然后就到我跟嘉颖往前走，然后镜头在拍我，然后大家就觉得我的那个往前走的侧脸，应该是舅舅说的吧？舅舅开始的啦，舅舅说很像李炳宪，就说哇，整个李炳宪一样。然后因为前我们先拍了一公嘛，然后一公的时候我又喜提了另外一个佛山，就是佛山鬼脚寮，佛山一公。对对对，一公的时候就是博远吗？博远说的应该是，对，博远说博远是一个很有趣的，对，他跟你说他年纪这么小，但是他的那个我们是说他灵老灵魂嘛，对，他很，就有时候我跟信哥跟舅舅在说我们比较靠近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歌啊，他都能跟上，对，然后比如说我们说那种六七十年代的歌我们唱一唱他都会唱，嗯，然后说一些他尤其是会模仿，对，昨天他不是也模仿了吗？对，他觉得他很厉害，他被我模仿了。对，所以他就突然间说：“哎，我们那天练舞，有好像有。”他们说他模仿我唱《北极星》了。对，我现在质疑他，我说你为什么没有模仿我？那你他说因为你也一直在模仿别人。哦，我会模仿他，真的假的？会。对。他的粉在讲你宣布，我们跳舞的时候，因为刚好也是说到，比如说我有一次在练舞的时候，我的脚就是，哎，这样算不算剧透？不算了，不算。我的脚就是那天练舞练到已经天昏地暗，然后就是对，实在太累了，对。然后有一个脚的动作，然后我就跟大家完全不一致，我整个脚提起来，然后在那边甩，大家看播出就知道，现在很难。也不实在，肌肉不太受控制了，就大脑已经控制不了肌肉了，控制不住，练得太狠，而且是带着呼吸嘛，对，就很像那个黄飞鸿电影里面的那个有一个角色叫鬼脚七，里面的一个大绝招有没有？无影脚，对，佛山无影脚，对，佛山无影脚，然后他就说哇，然后他用那种就是前就是有点那种歪歪的粤语，就说哇，佛山。拐狗聊啊，鬼脚聊嘛，然后就有了这个，还可以没关系，就有佛山鬼脚聊的称号，然后大家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几天就一直叫我鬼脚聊，他昨天还叫我鬼老师呢，真的根深蒂固了，他讲，哎，我现在要来模仿鬼老师，但是马上一公播出了之后，这个名号就会应该会传遍大江南北，开心吗？什么感受？大家开心就好然后对刚好就有讲到佛山嘛，对，然后那天就又讲李炳宪，然后就又变佛山李炳宪。你更喜欢哪个称呼？那好像要我就说胃胀气哎好胃胀气我们下一题
张栋梁说看不见我是你们没有关注我。对，我昨天看到这件事，我觉得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凶啊？没有，怎么可能？其实也没有这么严肃啦。我觉得真的，但是也是实话，但是我觉得好像说的有点凶。但全程是微笑的，对对对，但是其实是实话，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大家会觉得，哎，他是不是失踪了、消失了或什么？其实，当然我有一段时间，可能就那两三个月，我真的是出国去游学，嗯。但是其实除了那游学的那段时间之外，其实我从来也没有说就是哎失踪了或消失或完全没有在干嘛。嗯，对，其实可能没有像以前你知道在唱片公司体系下的时候，就是不断的有发片的计划，不断的有拍戏的计划，嗯，所以可能大家就觉得哎他是不是作品少了，然后是不是消失了，其实也没有，是你们没有关注我。为什么总是要这样？噎死我！你说到这个，我想到我们在那个你们组在 PK 的时候，我们是在后台一直在看嘛，所有哥哥在一起。哦，你说驻舞台？驻舞台。然后你就在那里说这句话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在喝那个经典的牛奶嘛，啊，然后拿着三星手机在互相自拍。这时候突然有人在台上突然好像很生气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看，说怎么那个栋梁哥怎么生气了？说没有生气，没有生气，就想要就比较怎么说呢？就用比较有趣的方式阐述事实，阐述事实。所以大家请多多关注胃胀气。哥哥好凶啊！哥哥怎么讲的好生气 ？Sorry， 我来帮你看看。I'm so sorry. Don't you love me？ 什么问题啊？两位哥哥互相评价一下对方好不好？用两个关键词。两个关键词都可以，就是可以互相评价一下。我昨天才跟他说，我可以说实话吗？可以。我跟他说，你笑，我才跟他说，坦白说啊，虽然我们今天关系很好，但是出舞台的时候，除了你在台上表演了，嗯，怕什么？没有，那天人太多，那而且大家要认识的亲朋太多太多了，要认识的亲朋很多。当然你说名字，当然之前都有一些了解，或者是有一些那时候叫什么来着？那时候网传名单，所以当然名字大家都已经记得。对，但是要把人跟个性跟名字连起来，所以那天脑子记很多东西。嗯，所以我还没有记到你这。嗯，但是我看到你表演，就是你跟冠哥一组嘛。对对对，因为跟冠哥很熟啊，所以我就一定会关心冠哥的状态。我记得那时候，对，有你主要是要看看冠哥组有没有拉垮的。我就问他，我说冠哥还好吗？他说哦，我们组有一个特别帅，但是特别拉垮。没有，说的是魏雪的。哎，乱讲，没有啦，他说不会啊，说我们这边大家都很好，说的是 Kenny 啦，乱说了，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会看怪哥，然后当然就看到你，我觉得哎，这家伙挺帅，嗯，哎，不是，我们是不是在后台啊？看你的时候，哦，没有，后台是彩排。我听到说爱你这个歌啊，我就在想哪一个哥哥唱，哪一个哥唱的？因为这个歌是酒店的歌嘛，嗯，我想哎是哪一个哥哥唱的歌，觉得哎，声音就是蛮亮的。你确定吗？当时你可跟我说的是我在后台，还可是听不清你唱什么，但是声音是亮啊，甜甜的呀，甜甜的，对对对，甜甜。然后但是后来在那个观影区的时候，第一次看你表演，开始弹钢琴。然后说他哇是个帅哥，是个帅哥，但是很紧张是吗？也没有，其实会有一点点，其实大家多多少有，我也有啊，就是刚好我的啊，所以你是不是因为我在那个观影区的时候看到就是拿麦嘛，嗯，比如说正常我拿麦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敢乱动，嗯，但是我感觉你会有一些就是这个，哦，有吗？对，就是有一种这个就很自然的一些动作，嗯，我在想哎那。栋梁哥是不是因为也有点紧张，然后微微控制？我跟你说，哎，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说哥哥出舞台是你第一次真正在台上，第一次这样子表演吗？第一次。那我真的觉得已经很厉害，因为我已经唱了这么多年。对。但是你说会不会紧张？其实每一次还是很紧张。对。但是
还是会紧张，还是会紧张，肯定会紧张。但是紧张也是一件好事，因为紧张才紧张就代表兴奋的。但是一上台，有时候都是那个等待的过程，但是一上台就时间过很快，对，超快，对。而且我们上次这也不能提啊，我们上一公的那个歌曲其实也时间算相对来说比较久一点的，哎。哦，上一个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时间算稍微久一点的。上一个我跟你在一起吗？我先走了。那回聊一下。对，所以上一公的那个歌曲相对久一点了以后，还是会觉得很短暂。对，就是我甚至于觉得我在初舞台结束了以后，会觉得啊，就已经结束了。嗯，对，就超快那一下。所以我要说对你的初印象的话，因为我当时有看到那个名单嘛，嗯，我说啊，张栋梁也会来，我的天，他唱得这么好。所以当我真正第一次在现场，在后面的那个观影区，从音响里听到的那个时候，是颇为震撼的一点，就是颇为震撼，颇为震撼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为什么都没有变化？没有没有，为什么他这么好了？为什么他还能唱这么好？那我就然后瞎聊。然后当时那个你们组那个光线，嗯，就是白白的，每一个人蓝色的，好不好？就是我是打出来人白白的，啊，但是穿的衣服都是蓝色，嗯，但是整个打出来的时候，就是还是跟我小时候看的偶像剧一样。小时候，我那时候在上高中，我还记忆很深刻的你那时候的那个发型，你说合群的那个，对，合群的那个发型真的很帅，然后我就一直也很想留那种头发，后来发现留不了那么长。我现在如果这么，你现在还有可能吗？不太可能，我会受不了吗？不会。那如果要是就是有一功一定要让你这样 OK， 没有，偶尔尝试，比如说拍照啊，或者是干嘛干嘛可以，但是因为主要我懒，嗯，我不工作的话其实你应该也知道，我们同宿舍，我是第一个到宿舍，哦，法箍直接上去的，对，直接上去，法箍一戴，面膜有时候会贴，然后就这样，就这样。所以你说留长发，真的，我第一我太懒，不行，太懒，不行。但是现在开始喜欢，就是李敏宪那种感觉了，是吧？你看，现在下面评论有说想看胸肌，哪有？乱讲，根本就没有，没有。我现在开始要跟你好好练了，我觉得。好的，两位哥哥，我们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湖南的美食，然后大家可以就是边吃湖南的美食啊，这样对，可以。尼古拉斯先生，开盲盒，这个是我们的美食盲盒，就他开始叫尼古拉斯先生的，然后现在马尔斯先生，哇哦，真不错。你们可以猜一下这些都是什么吃的。这些都是什么吃的？你说把外套脱了，这个，是什么？现在显得有点没脖子。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开，没关系。这么多呢？就对，都是一些美食的盲盒。哦，一个一个开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我们开了就开了。我们开了就开了，就开了。我帮你拿这个，你来看看这个。没事，我们先吃这些吧，尝一下，再开一下。什么吃的？不对吗？哦，这是长沙的，啊，来，你有，你好，你来。哇哦，你看我们是这样子招待客。哇哦，是马尔斯先生。真不错呀，先吃这个，这个是番茄，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番茄，它应该是小番茄，应该是酸甜酸甜，所以这都是长沙的特色。给拿个纸，嗯，可以猜一下它是什么食材，然后用了什么方式做的。我说了，小番茄，食材，小番茄。Thank you， 很鲜。来，我来选一个，我来个小的。要猜什么？这个小番茄有醋吗？没有。哎，你会做菜吗？嗯，很会那种吗？可以做三菜一汤那种？三菜一汤是可以的。真的假的？我以为你会说满汉全席。哦，那不至于，我真的是比较，我就会看几手菜。对啊，就很感觉这是应该要最后吃吧，那个解腻的。对，等一下再回来那个吃这个苹果。为什么都是水果？这个是果，不是苹果，这个不是雪梨。它是苹果啊，看阿云就是苹果啊，嗯，这不是苹果，雪梨是什么？对呀，啊，它是苹果啊。评论区有人说桃，是不是桃？是桃哦，桃子，水蜜桃。
嗯，所以他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叫紫苏桃子啊，它是用紫苏来腌制的，就是紫苏，嗯，哦，紫苏可以吃的吗？咸咸甜甜的那种苹果醋一样的东西，嗯，不错，嗯，吃的咸了，对 ，OK 喽。你们家想吃点什么？你吃咸。好，它是虾子，这不出意外的话，这算是这算龙虾吗？不算，虾子吧。是它罗氏虾，罗氏虾，哦，对，但是它的做法比较奇特。对，还有咖喱，又不是咖喱，不是，它有个酱，蛋黄，是不是？咸蛋，咸蛋的那种，是吧？我喜欢咸蛋，咸蛋黄和南瓜泥一起做的。南瓜泥，这不是要么就南瓜泥，要么就咸蛋黄，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呢？你尝尝好不好吃？可以感受一下，对吧？看起来好像不辣的样子，不辣，很难相信这是长沙的哈。嗯，还行吗？南瓜泥跟咸蛋黄还蛮配的。是这，确定不需要包一下？包什么？不要。嗯，好吃。这些都是我平时不常吃的东西。对，我们录影的时候，他就吃那叫健康餐还是什么？叫什么餐来着？轻食没？轻食。我们因为其实大家都很累，然后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间也是不一定。那他们都会帮我们准备好午餐啊、晚餐，就是在一定的时间。那有时候我们刚好那段时间在练舞啊，嗯，在干嘛，在开会啊，就可能会晚一点吃。怎么方便怎么？怎么方便怎么吃？然后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一份，但是我们都通常都开在一起，大家一起 share。嗯，就是满桌的菜。然后他一人在那边吃他的健康餐，他的轻食。偶像花火一点，你是喜欢吃什么东西？我什么都吃，我什么都吃，怎么开心怎么来。你能吃很辣的吗？可以，但是工作的时候尽量不要。嗯，要不然嗓子会不舒服。嗯，我超级喜欢你上次送的那个，就是每一工的时候我们都会喊话的那个东西。我送你什么？我先走吧。等一下，就是这个我都看见了啊，这个对，对不对？这个润喉糖非常好，非常好。对，每一次我在就是上台之前，杜郎哥都会递给我一个这个润喉糖，每次吃完之后就感觉嗓子一下就打开了。哎，你把他整个身体都吃了耶，他的壳你都吃了耶，他的尾巴都吃了耶。对啊，就是你好厉害啊。其实头里面也有很多了，没讲完。然后呢？我后来想想，为什么会紧张的一点，就是因为初舞台的时候不认识你，没有吃到这颗喉糖，反而吃，对不对？反而之后就感觉这个太棒了。这是什么？这个是？好了，看，这是虾。嗯，我饿了。看，这还没吃饭吗？没有，巧了，我也是。那我们就尽情的吃吧。这么好，合适吗？合适吗？我来帮你看看啊。别走，别走，别走。什么时候开演唱会？杜郎哥什么时候开演唱会？什么时候开演唱会是问你的吧？是问你，当然是问你。我何德何能能开演唱会？演唱会啊，嗯，有在想，现在先专心把节目录好。嗯，现在真的其他事情都有在想，都有在想，团队大家都有在想，但现在就是真的希望可以把心思放在这里。嗯，那你呢？你会？下一题，我再帮你看看。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是吃的是什么？下一个吃的是什么？听起来这个吃的似乎是有赞助一样。这个是哦，就是辣的。这我看不懂它是什么哎。你们它是哦，等会儿，你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我现在看就已经看出来了。马蹄？当然不是。也有酸的，酸辣，看起来很像山竹。马蹄？都不是，它是萝卜。啊？它是萝卜，小萝卜，那真的假的？小萝卜，你尝尝，这个有点辣，应该是酸辣的。大家看一下，萝卜泡菜，先吃，挺专业啊。什么？粉丝先吃，粉丝先吃，先吃，是小萝卜。哎呀，它左右也、哦、有点反过来了，是吧？别人说这是吃剩的，能不能放个配乐？能放个配乐，这还行，听你就听不见他说话了。没关系，不要这味道。你继续看，我觉得我形容不上来。我来个小的吧，因为很辣，就是辣倒还好，醋里面肯定有醋，
对，它是泡菜。哦，就是腌制的一种，这样算腌制吗？也算吧，它是那种白萝卜小菜的一种。对对对，可以当咸菜类的吃哈。好，下一个，看看，开盲盒了。啊，这是个硬货，它不会是我想象的那个东西，它一定是你想象的那个东西。真的吗？你没有吃过吗？这么绝啊！你没有吃过吗？我不喜欢吃，我很讨厌啊。真的假的？很讨厌。它真的是那个吗？不知道，我没看到。我们都不知道，你真不知道？它是臭豆腐吗？臭豆腐哎。哦，臭豆腐。可是为什么没有味道啊？臭吗？不臭，很香。为什么？对啊，这个臭豆腐好像还可以。它这个里面有两种，一种就是普通的老长沙臭豆腐，还有一种是跟螺肉一起炒出来的。哦，螺肉。你吃臭豆腐吗？我吃，我都 OK 了。这我算是干的还是湿的？这个是湿的。这感觉有汁，有汁儿。可能是湿的，然后放的有点干了。对吗？有汁儿，有汁儿。你看吧，刚刚大家说我最近普通话说的比较好，都是我听到那都是迈尔斯先生。因为这个跟他处得太密了，所以他说的那太好，都带点儿化音。对，所以这个是带汁儿的。啊，这样吧，那您尝尝这个。太大一块了，下来来个这个小，这个小一点。谢谢谢谢。你 OK 吗？可以。我先替你尝尝。确实一点味儿都没有，真的。你要说这个臭，哎，它真的很臭哎！如果我是盲吃的话，我不会猜出来它是臭豆腐。臭豆腐不是应该？这不臭，这个我可以接受。你吃掉吗？是有一点。你说它里面有啊，哦？好辣！有辣，嗯。你是爱吃臭豆腐吗？它看起来比这个要不辣一些，对，但没想到它会这么辣。好了，还有什么臭豆腐我们可以 pass？ 没事，你吃这个变一下。谢谢。哦，这时候应该那个桃或者是第一个出现，是吧？面，而不是。面是什么面？我说面，这看起来很像。这是什么？参，蘑菇是有点夸张。蘑菇的一种菌类。来，大家看一下。肯定不是。大家看一下。哎，好吗？顽皮，大家看一下。咱就说这个，这本来就有盒，倒是不用挡。菌类是吧？这肯定不是菌类吧？哦，折耳根。对吗？是吧，折耳根啊！你们好聪明哦，折耳根，折耳根你 OK 吗？其实折耳根是什么东西？鱼腥草。鱼腥草是什么东西？是海鲜还是蔬菜还是？是一种蔬菜，根茎类。因根茎类。根茎类。对，我第一次吃这个，你呢？有人不吃吗？我可以吃。我第一次吃。有很多人。比如说有些人不吃香菜嘛，那个。对对对。那应该也是那。对。所以。哦，这怎么？这是我吃到目前最怪，它有一个是它的做法还是没事有了，是它的做法还是折耳根本身就、哦、有吗？有一个很奇怪的，是这样，对，我之前喝了一种中药，是鱼腥草的那种口服液啊，那个喝起来是 OK 的。它是这个，听了真是，因为它的名字叫鱼腥草，是因为它的口感有一股鱼腥的味道。那吃它的意义是，有些人比较喜欢吃它，它是在湖南、四川、贵州一带的一个当地的特产，哦、有人而且它的药用价值很高，是川渝人经常会食用的。大家喜欢吃吗？本身就这个味道，本身就这个味道，不是它的调理方式。嗯，本身是这个味道啊。我们来玩个游戏。我跟他玩过一个游戏，我跟你说他超厉害的。有一天我们在宿舍真的太闷了，就是不是闷了，就等嘛，等那过程。然后有时候不知道这要等多久。然后他说：“哥，我们玩个游戏。”我说：“哦，我们第一次玩在宿舍，好像我躺在床上，他在卸妆还是什么的，我已经要睡觉了。”他就说：“哥，我们玩游戏。”我说：“玩什么游戏？”他说：“
你让我猜歌，我说猜什么歌？猜周杰伦的歌。他说好啊，因为他是铁粉嘛。对，我就说好啊，那我说我只会播一秒。他说可以啊，我就专挑那种很冷门的，就不是大熟知的，不是熟知的，不是特别热门的，十首十首都答对，而且真的只有那种一秒叮一个前奏一个声音，他都猜得到，所以他很厉害玩游戏。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输的吃。是猜你的歌名是吗？不要猜歌名，我们随便玩一个游戏，玩什么游戏可以快速玩？输了要吃几根？吃一根，吃一根，吃三根。快速的就是石头剪刀布。还有什么再有趣一点？什么再有趣一点？十五二十。我会吧，睁眼，干瞪眼。干瞪眼，看谁可以瞪比较久。我们玩过了那天。哦，那天你输了，对呀，那不要再对我。就是要挑战一下。现在正好前面就是或者我们有一个憋笑挑战，看谁先好，这好像好，我们两个不笑，你们想尽办法让我们两个看谁先笑。不是你们俩相斗，你们俩互相，没有，我们看着观众啊，我们两个就都不笑，然后你们就看我们谁先笑嘛，然后输的要吃两根，两根，刚我们都吐掉了嘛，可以，没有，哇，这都吃完了，好。好，有一天香蕉先生在路上走着走着，大热天的，现在非常的热，哦，好热，他就把衣服一脱，然后啪把自己滑倒了。下一个，下一个。香蕉从楼上跳下去，摔成了茄子，请问为什么？黑金。香蕉把自己摔成了茄子。哦，天呀！香蕉把自己摔成茄子。再说一次，香蕉怎么摔？香蕉从楼上不小心掉下去，把自己摔成了茄子。因为摔打茄子。因为他把自己摔青了。哎，你输了耶！我就是笑，很难收场，我觉得。啊，是一个，你想，是一个，你顺便再想一个更好笑一点的。两根儿，两根儿啊，啊，两根儿，两根儿啊，对，根儿是要儿化音的，两根儿，都可以，什么叫都可以？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可以都可以。你说两根儿也行，两根儿也可以。好，辛苦你了，辛苦，来吃个提子。哇，这真的有点，这根儿味道好臭。对，鱼腥草，我记住你了。整点先，一局定胜负了。当然了，你还要再来吗？可以啊，谁怕谁？我再来，你会再吃而已。我们再来一次，来，我不信。来，微笑挑战第二轮吗？我们要不要彼此互相斗，互相斗，互相笑？你说我想到一个，我想到一个。你说，互相对视，看谁先笑场。可是这样我们在怕，可是他们这样我们就看不就看不到我们了。他们看得到的。他们看得到我们吗？嗯，侧脸也是，也可以。这样我就等于笑，好。有啊。好，互看看谁先笑出来，先笑完，好不好？这个赌注是折耳根加臭豆腐，我们把折耳根夹在臭豆腐里面，可以。好，输的人，不是这个，这不是吗？我们先把它处理好，好，我们先把它处理好，我们拿一片臭豆腐。我是觉得你的粉丝应该不忍心让你，我们把这个臭豆腐。你确定吗？切，啊，夹两根，夹两根。哇，知道这个就其实可以小一点，这不然太狠了，哇，哎呀，好，输的就要吃掉这一片。对，并且我们还要夹着这个根，大胆了，真材实料。并且我们还要惩罚三连拍，好不好？还惩罚三连拍是吗？什么意思？边吃边拍，可是只有一个人会吃啊。对呀，啊。对，另外一个人就是好看的。哦，这么残忍啊！这我觉得我会输哎。笑好了就开始了哦。来，三。好，你们数好了，不然我们这样进行不了。好，来准备，三，开始不了了，这个，来，准备好了，给我一个手势，我就要开始倒计时了。好，三，二，哎，好，我好了，你好了没 ？OK， 好，好的，三，
还是我们分的事。我来。不是，主要是出来刚才的这首歌很想打歌，不知道为什么。来，好，三二一，开始。才一秒，才一秒，很不会玩这个游戏。才一秒，真的想，然后你要忍住，来，就镜头对着你。天哪，这是什么？来，三句，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吧，就跟上次那个。不要不要，我输了，我输，不要，我认。不行不行，来，才一秒。这样干嘛？这样才一秒。哦，我们要再对这个玩一次。对对对，对这个玩一次，你应该就会。哦，看着这个表象，答案不是啦。啊，看我。啊、对，来。我们再倒计时一次。好，来准备，三二一。你确定你有在看吗？我也是个演员，因为只有你是演员。看的是我的美音吗？你不知道拍戏都有借视线这件事情吗？不要借视线。你是在拍戏啊？嗯。是我先笑，我先笑。好，我们分着吃。上一轮我，上一轮我说的，还是我们都不吃呢？也是一个做法。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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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吃一下的。我吃个大的吧，你吃个小一点的。我们一人一个整容吧。天哪，好不好？好，可以。有可以吗？有一个。好好好。天哪，那你看，哎呦，我们要拍是吧？这儿跟腿臭豆腐。三连拍哦，三连拍是吧 ？OK 吗？麻烦大一点，好。小姐就放进去了，还没有拍，哇，好痛，还没有拍，你就，好痛，好快了一个，我天啊，这是什么神奇的搭配？而且你不觉得这跟的？后劲很强吗？天啊，就是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呼吸，不然就没事了。我需要静静十秒。啊哦，好，我们还有。会议正式开始。都是何人？答案了吗？都是何人？我超爱你。明天公演嗓子啊，明天只是那个。明天有明天公演。新的一轮，新的人开始。我们往下喽。好，我们还有最后两个。这鱼吧。等会儿我们这吃的这盘还没结束呢，我们已经开完了。看一下。哎。都是看起来都是口味挺重的，这会不会是甲鱼？甲鱼真的是甲鱼？甲鱼什么意思啊？甲的鱼？谁？甲的鱼？甲鱼？甲鱼就是一种带壳的。对。哦哈，不是那，不是乌龟，是王八。那个可以吃吗？不是小乌龟，是甲鱼。对，假如是可以食用的，就是那个他们说什么打雷的时候，他说他如果咬你不会放那个吗？啊，甲鱼鳖不是不是、啊、不是是鳖吧？甲鱼是不是鳖？先不要纠结这个了，没事，不要纠结这个了，再等一会儿。甲鱼，你先对对对你先稍等。那这个是什么呢？就这样，可以尝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它的口感。古老肉不是啊，肯定不是，看起来有点奇怪。甲鱼的别名是鳖啊、哦，那我知道是什么。就米糕，对，它是糍粑的一种，嗯，但是它的是用蕨根和猪血做的，糍粑的一种。蕨根又是什么？哦。是一种植物，比较有嚼劲的植物。这可以啊，这是好吃的，但是就是比较重口味一点。好吃吗？是你喜欢吃的吗？其实有点辣。对，喝水喝水。
好，我们选出两个或者三个你们觉得最好吃的。折耳根太好吃了。认真的，认真的，甲鱼折耳根太好吃了。我们再看一下什么？臭豆腐。可以先。哎，现在觉得应该拿出来头两个。头两个，头两个，对吧？对对对，刚刚两个会稍微。小番茄跟对啊，这个那个桃子，这个虾好吃，我投虾一票，投虾一票，虾是好吃。对，我南瓜跟桃，桃在这，对，桃挺好，这个也还不错。这虽然是救命的，现在想想刚才那两个合在一起怎么下得去口的，真的。所以今天的试试挑战，哇哦，是告一段落了吗？是的，那我投虾跟，我们投虾桃子是吧？嗯，我投桃子和第一种那个臭豆腐，第一种臭豆腐是、哦、所以你喜欢还好吃。嗯，因为它闻起来不臭，嗯，但吃起来有一点。一般我们在，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除了长沙之外，其他地方的臭豆腐。其实都不太 OK 的。我只要嗅到有在卖臭豆腐，其实我都会走开。它是有一种是特别热着吃的，但我感觉好像长沙很多都是微微凉着吃的那种臭豆腐。我们家小时候那会儿，我经常吃的是那种刚出锅的，臭豆腐，热乎乎的，然后金黄色，带汁儿的，带点汁儿。其实闻着特别臭，但是吃起来特别香。嗯，但是我都走开。但今天吃了。好的，我们最后再跟网友来回复互动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了，好不好？嗯。我看到有网友在问说，我们披荆斩棘官宣的时候，每个人的背影是一个动物、哦、啊。双方可以评价一下对方的这个动物的这个造型吗？等一下，我们先看，我们还记得对方的是什么吗？记得我的是什么？哎、我想一下你的是什么？我怎么有点忘？对呀、啊，你的是什么？我那会儿也记得，因为我自己有点不记得我是什么。我记得我是什么？你记得你是什么？我记得我是什么？我在想你是什么？你是跟北极有什么关系吗？跟什么？跟北极有关系吗？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是个鱼吗？我是个鱼啊，那我知道你是什么？什么鱼？我们好像在玩一个游戏。你是一个，我就想问你，那是一个什么鱼？你是一个扁扁的，好像尼摩那种，就是 对，因为我看到有一只海豚，但你不是海豚，我不是海豚，你是那个，我好像是热带鱼，对，热带鱼没错，或者是鲳鱼，那差很多、欸。陆毅哥评论我说这是一条鲳鱼，对，我其实也想说那是鲳鱼，但是我就觉得它不应该是个鲳鱼，对，是热带鱼。那你要不要先说一下你为什么是热带鱼？嗯，其实我也不知道哎。不知道，代表你的，代表那叫什么什么？小学那时候我们是说我们的一个什么精神什么来着？精神。那个动物是我们的什么？图腾。精神体。精神体，但是你的精神体。我是热带鱼还是鲳鱼？热带鱼。代表着什么精神呢？代表着热情。热情，你北方。热情，对，热情，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热情。可是你在深海里、啊、热带鱼是在那，所以就是有点就是深不可测。那你猜我是什么？我猜你，我觉得你很像，就我如果说我本人对你的看法啊，我觉得像是那种北极熊。为什么北极熊？因为就感觉其实就是给人一种感觉，暖暖的，然后又温润如水的那种感觉。北极熊呢就看起来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嗯，然后也是给人一种白白的很纯洁，白白的我是那叫考拉还叫无尾熊？考拉无尾熊都可以，对不对？都可以对，我是考拉和无尾熊。那所以就是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就可能觉得我考拉是一种很温顺、很温顺、很强，但是如果真的去跟他斗争，他就会变得很强的一种。真的吗？他会变很强吗？嗯，考拉哎，考拉，他会变很强吗？你看你就，他会变萨亚人，考拉萨亚人，哦，原来是这样，对，所以这么一听，确实是这样的。对啊，其实就是一个象征式嘛，因为其实这么多个哥哥，大家选一种。好像我那时候本来选的是
哎，是什么？海豚？也不是，海豚也是你们选你们建议的啦。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忙的已经顾不上选了，顾不上选什么。然后其实他们可能跟我们团队商量吧，然后大家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挺有趣的。我是考拉，你是我是热昌宇，昌宇代表热情，然后我就代表温顺，哪里温顺啊？温顺。要别生气啊！别生气。好了，然后还要说什么？还有哪个？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有网友说想看魏哲鸣教栋梁跳 whatever。好 whatever。哦，你都跳得了那个，这个也 OK 的。Whatever 是我们那天在，我们看一下来。你可以看一下，所以你已经会跳，你可以哦，我可以教教你个八，对对对，没有很难啊。你看我现在多专业，马上问几个八，我要拿下几个八，几个八，我有多少时间，我要拿下几个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个八吧，一共算四个八，怎么可能？很快很快，一下就可以就可以的。有没有哪位好心的老师帮我们找一下视频？在有，在下面再找，我们看一下。那我直接教你好了，你先教你，然后再看。哦，哇，哈哈，这是你昨天？我想想啊，昨天应该是这是左手右手，这是右手，这是右手，这是右手。复习复习，有一个抖肩，然后是这个。你要是跳完整版，还是说我们就跳个？是，不要简化版，我们就完整版，然后再到这个，对吧？简化版吧。啊，你直接教我吧，我直接教你。然后那个后面有跳的部分，明白？好。我给你从这边开始放。可以稍微声音大一点点，我听不太清。哎呀，不好意思啊，献丑了。你有一个队友，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抖肩，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准备 OK 了，好，这边 OK 了，好好，大大，我来教你哦。第一个动作先是萨瓦迪卡是吧？萨瓦迪卡，然后这个右手嘞是往左的时候，你的胯是要往左顶的。我们是不是要站起来？对，我从这儿教你哦。你看啊，我们想稍微移动一下，把这个桌子，对，把桌子搬开。你这个要举手吗？我在想激动，哦，激动的举高。好，那大家现在看到我们脖子以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这个啊，你看啊，往左的时候胯也是往左顶的，是一手也可以搭在腰上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的时候，那个七 and 是肚肩，是大大大，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是有一八胯就是正大大大大啊，不是动腿哦，啊动胯，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大的，对，八呢是大大大大，也是右肩右手，用手去捶这个胯，然后顶到这边来，一大三四五六七八，这个是到八，这是第二个八，这是第二八，第三个八是这个一二三四啊，对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下一个八是四二，是四二三四交叉，四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五六七八，对啊 ，OK， 很简单嘛，好，对吧？来一下票，哎，来一下票，这样技巧不行，不可以 ，OK， 所以第一个八拍记得吗？好。第一个八拍就是高会，我们扫了一个，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的，出事了，来，播音乐，来吧，自己来哦。
啊，自己来。啊，我在，好，我在前面，好好好，在这边，好来吧 ，OK 啊，你看第一个记得哦。不是，第一个是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啊，要不要先跟着音乐试一下？有音乐吗？准备一下，我们。好，我再想一想。3、4、6、7，这七下穿着，它其实如果卡那个拍子的话，1、2、3、4、5、6、7，哒哒哒哒，1、2、3、4、5、6、7，很八，然后1、2、3、4、5、6、7、8，1、2、3、4、5、6、7、8，1、2、3、4、5、6、7、8，好，对，完美，好，OK 哦，我们先放一下音乐，你听听。从头来一下，好。这个前面有一个这个，这可以的，现在再可以的。不要来吧，不要，好的，直接来哦，准备正式来了，直接来了就来了。哦哟。我要在前面领着你吗？我看不需要。来，3、2、1，走。哦、什么？不够甜是吧？哦，再来一遍啊！不够甜，那甜一点，甜一点，甜妹舞了，人是。那你跳小熊舞，我跳过小熊舞，我没跳过啊！你跳，我看到你跳那、这个，可爱。这样，两位老师，我们一起跳，然后结束今天的直播，来一个 happy ending 哈。啊、哦，这么甜美的 happy ending， 一起跳。来，我们俩再好。哎，等一下，我过来一点，你过来一点，对。好，谢谢大家，不用的，不用，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谢谢哲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继续努力 ，yes，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用这个舞蹈来跟大家 say goodnight， 来吧。